现在阿婆拢正关心的劳保条例修正案，劳保生育给付会为现在的每个月投保薪水的一个月提悬到两个月哦。未来女性劳工生一胎，上关会使领到87,800块的生育给付。之前女性劳工平均每个月投保的薪水是27,000块哦，收怀了会使领两个月，就是54,000块的给付。那是生双生啊，就会使领到108,000块。那说是上关投保薪水的女性劳工哦，生一胎就会使领。到87,800块。